Thank you.
挑战，起来战斗吧，起来战斗，为一切世上的不停挺身而战。
Sukunaya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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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
呀那呀嘿，嘿啊哈哦，啊哈哎，哎哎啊哈哦。It's a sea wave song from East Taiwan, Africa, and America and Taiwan, and between Pacific. 然后这是我阿嬷家乡的海，这样。然后我每次只要没有灵感，我就会觉得这个应该可以，就给我养分这样。然后有一次我就把它录起来，也不知道干嘛。后来就很奇怪，有电视就拿去当配乐，然后有舞团拿去当舞座的那个背景音乐，然后。就使用的非常广泛，虽然我录的很简单，然后后来我想想，对啊，我应该把每次就是对海浪的感觉啊，就是
稍微的介绍给我们遇到的人，对，所以我就为了他写了一首曲子，对。然后其实这首曲子当初也是为了一个舞团要去国外演出的时候，要去使用的一首歌，对。所以很高兴今天在这个下午哦，陪大家过了半小时，那我们就再把副歌弹一遍，这样，对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小弟弟正举手，你骗人！有啊，没有啊。好，没有啊，快哦！有人这样哦，他讨厌。对，所以这个音响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兴奋，他就呜呜叫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啊。时间快到了，快点。好害羞呢，你们还有。对啊，大家不要害羞嘛，就是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就这样会变成是我好像省略自己的自我介绍，然后偷懒。好，这样，一个，还有嘞，还有其他的吗？我先知道就好。没有哦，就一个哦。好。那请问一个很通俗的问题啊，请问您怎么会对这个有兴趣？我小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看那个世界杯足球赛，然后就知道哇，世界上竟然有非洲这个地方，然后后来就开始喜欢非洲的音乐，尤其是打鼓。然后后来因为这样，就辗转的开始去接触世界上各地的不同的文化跟音乐。然后后来这辈子目前遇过最喜欢的乐器，就是我手上的这东西，它叫做印度的西塔琴，它其实是印度的吉他。对，然后为什么就只是因为那时候因为喜欢世界，所以开始跟世界做连接。所以如果小朋友你不知道他在干嘛的，傻傻的那一种。最适合这个，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傻傻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可是因为音乐，然后开始跟世界做连接的时候，可以找到很多自己可以做好的事情。怎么又有？可恶！我只是客气问，因为时间到了。请问，你好，你好，好，你好，请问你学这个乐器多久了？
哦，那广告一下，我2005年拿到那个云门舞集的流浪者计划，然后去了那个印度去念书这样。但是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会弹乐器的人，所以小时候知道这些，然后后来真正有去学，主要是这样。你把我骗苦吗？加油啦！好啊，那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金德精彩的演出。那我们等一下会有第四位的演出者，然后中间我们会有一点大概10分钟左右的休息的换场时间。那今天的演出的资料，其实在左右大家左右两边的柜子上面都有，就是可以欢迎索取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都可以跟我们询问。谢谢大家。